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人？这是村的文盲，还有话。年，这是虎啊。年，先放一边啊，先放一边。先放一边，然后再写一副。是年吧？你再猜猜，等会儿啊。这边是正面，这边是正面。还有一张纸呢，我觉得有点像。像什么？不是，我想说平板。不会是老虎的虎吧？不是。有点像，有点像。不是，我是你的，但是哦，正派一点。哎，对对对。大家是一个人吗？字重要啊。对。但是什么？肯定是一只鸽子。现在站过来给我们瞧瞧。蛇。蛇呀，不是，还有个那虫子旁的。这个字很有。是个虎，哦，这个字我知道。这是龙。我也知道。哦，龙。哦，小龙，小龙啊，你看。是龙。这是虎啊。对呀，小龙，等一下。虎虎，你说那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写这两个字？龙腾虎跃，龙腾虎跃，龙虎精神，龙腾虎跃，龙虎跃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老虎，老虎剧，没了，没了。哎，这表示南京虎，哦，是虎城门。虎踞龙盘金胜西，对，那个时候来的是，实际上呢，它这个是有古代啊。天山地虎，哎，风云山，风山龙盘修虎踞，帝王之山也。写到南京好地方，你们太好了。Hey, good dance. Hey, how you doing? I have a dance with a star the video. Oh yes. Yes, I bow down when I go close. You may teaching me.